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再有机会回到这里来，查考你的话语。主，你的话语就是真理，你的话语就是命，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得到要我们所得的好处。我们且求主你，把能力、把智慧赐给教授，让他能够，说你要我们所听的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我们上面就讲到两课，一个是祷告，一个是灵修，我们还是要背经文。上次灵修的，我们背哪个经文呢？马可福音1:35。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？马可福音1:35。次日早晨，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马可福音1:35。谁可以自愿背一下？好，次日早晨，马可福音马可福音1:35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马可福音1:35。哇，好厉害！好，我们年轻也不要输哦。马可福音1:35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马可福音1:35。非常好 ，OK。马可福音1:35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。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，马可福音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，马可福音1:35。好，谢谢。还有没有？马可福音1:35，次日早晨，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，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马可福音1:35。不错啊，对。好，马可福音1:35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马可福音1:35，那都背得好，我们一起来再背好。马可福音1:35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马可福音1:35。姐妹，为什么背这个经文呢？这里头讲到了，就是耶稣在什么时间？对。好，对啊，继续，很好啊。到什么地方？对啊，去做什么事情？做什么事情啊？就给我们一个榜样嘛，跟我们上次所灵修都很有关系啊。那我们灵修以前，我们是讲到祷告嘛，记得那个祷告怎么背吗？主祷文吗？马太福音的6:33，谁还记得的？记不记得？试试看，一起来好不好？马太福音6:33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6:33，我比较凶，有时候我背的话是从头背到尾的，也比较凶哈。你们哪一位可以试试看？马太福音6:33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马太福音6:33，非常好哈，这个东西。那就说，我们就讲到跟神亲近的有两个很重要方面，一个是跟着祷告，一方面是要看神的话啊，这两方面啊，就是跟神连接的。我们就用马太福音的6:30讲叫祷告，然后就马可福音1:35叫灵修哈。那我们好不好？我们来。看看我们上次的，请你做功课的，在12页是不是？看看你们做功课的哈。姐妹，读经主要分几种？你认为哪一种重要？读经主要分三种，速读、研究、灵修。我认为灵修最重要。最重要啊！有些人说三种的重要啊，有些说灵修最重要。
都可以啊，这是一个自然感觉吧。我感觉这三个都很重要的。我们上次是次中又讲叫灵修，早上灵修跟人亲近。当然你说你比方说平时查经也是按照圣经里面正月查经也是蛮好的，就是也好的，这些书互相相互相帮助的。好，我们姐妹说为什么需要每天灵修呢？我们基督徒就是每天与主亲近哈，就是把我们自己不好的东西哈，罪的东西是要除掉，除掉，哎，就是要把圣经的话，就是神的话记在自己心里，重新穿上心。Okay.新人，新人啊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不断去改变自己哈。那姐妹，你说每天灵修帮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，重点在克服己身呢？如果不是，是秘诀在哪里？我觉得，灵修最重要是让神来修改我们，是修改我们，而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。对，而且不是勉强去改变你已经旧的我，来是要怎么样？穿戴神的本身啊，人家说其实基督徒应该是革命家，革什么命？革什么命？革自己的劳命，革是搞自己的劳命啊。革你自己命的时候，当你自己死的时候，耶稣就在你里面活了啊，就帮助你啊，这方面很好。那前面你说耶稣身上从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五节，我们学到什么灵修的榜样呢？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五，学习你怎么样每天亲近神，然后专心寻求神的旨意。OK， 那其实呢，三十五节是讲这个东西的。那为什么要看前面呢？我们看看哈，我们来翻到马可福音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嘛。这个是前面哈，那有时候人家说，哎，这个灵修那么爬起来很困难，我早上我要赶上学，要上班，可能你们做老师的可能比较休闲一点，我们做学生还忙，我赶上课哈，会很忙，所以很难做这个灵修。如果他说我很难做灵修的话，我就给他看前后文了。圣经很好玩的，你前文看得透的时候，它很有意思的。我们就看看耶稣次日早晨祷告之前那天，耶稣做过什么事情？好不好？我们从姐妹开始轮流来念一下，说二十一节好了。二十一节看到三十四节，我们轮流来念一下。二十一节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争相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，他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乌鬼叫那人凑了一阵风，大声喊说，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以致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事？是个新道理啊，他用权柄吩咐乌鬼，连乌鬼也听从了他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有人来告诉耶稣。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天晚绿热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或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好，就是问弟兄姐妹，在耶稣在吃早晨祷告之前那天，他做过什么事呢？我们数一下好不好？做过什么事？赶鬼。首先赶鬼之前，赶鬼有做过事情的教训，这是教训在讲道啊，讲道以后就有赶鬼了。下来去哪里呢？医病了。医谁的病啊？西门彼得的岳母的病了啊。医好以后呢，发生什么事啊？
天晚娱乐发生什么事啊？很多人还等着，很多人合成的哈，有一些是被鬼附的，有快病的，都来给耶稣医治了。耶稣忙不忙呢？忙，是好多。耶稣忙还是我们忙？耶稣忙一点啊、哦。但为什么耶稣忙还可以那么早爬起来，在那边祷告呢？你说郭教授不是这样说的，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有超凡的能力啊。是这意思吗？不是的，圣经所教导说耶稣是全人全神嘛，我们有的软弱耶稣都有的，所以不是成借口。另外原因为什么耶稣很愿意早就爬起来，因为他爱神，我们说可能是因为很爱神所以愿意早爬起来，那这个道理是对的。但耶稣是爱神，我们说我们爱不爱神的？也爱的嘛。那么耶稣为什么爬起来不可以爬起来？体贴肉体的软弱。其实有另外原因，为什么耶稣很早爬起来？耶稣爬起来，因为他很聪明，因为他知道他一天的果效是从那天开始的。耶稣其实是在那边，是在充电，在旷野里面充电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到，生活有时候太累了，功课太累了。工作太累了，家庭太累了，忙这个忙那个，心里很烦躁、哦、其实问题就在这边，我们不懂得在神面前拿养分。耶稣很聪明，早上开始的时候就回到父神面前跟他来祷告亲近的时候，就神那边失去养分，他当天就很有力量了。所以他很忙，但是他嘛，他有力量应付有余。我们很多时候太忙的时候就忘记了在神面前养分，结果的忙得很累，而且事倍功半。我以前不懂这个秘诀，有时候就是靠自己干，靠自己拼，结果很累，而且事倍功半。所以我们晓得灵修小上是说，不要说哇我亏了半个小时给神了，其实呢神会加倍还给你的。早上灵修的这个时间呢、啊、神会加倍还给你的。你发觉到我就灵修的发觉当天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啊，事半功倍的啊。我们讲灵修，好，我们看下去。刚才有问到弟兄啊，好不好想一些信徒在灵修生活常犯的毛病是什么？或者是两天捕鱼三天晒网，是不定时不持续，对，是敷衍了事，是不认真，或者是只是客观的理性的分析，是而没有个人感情的投入，是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答案啊、哦。很多时候其实人家很愿意灵修，但是呢有时用错方法，没有什么感觉，所以很难就坚持。所以今天上一课就叫弟兄姐妹怎么去灵修，然后呢就希望培养我们都养成这个习惯啊，懂得跟神里面有亲近，而且听到神的话会很滋润的啊。姐妹，按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八节回答一问，他你根据什么默想？根据圣经。圣经好了，默想应用什么关系呢？昼夜思想，遵守神的话。那有什么结果？听神的话，就离罪恶就远离。还有呢？经文里面什么写的？凡事顺利，亨通顺利嘛，道路亨通，凡事顺利嘛，这就讲的啊。那姐妹，灵修笔记写灵修笔记有什么帮助啊？我觉得是有很大帮助哈、啊，是就说在你一天，就说你写了以后，你在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有时候你就老想着那几句话。是啊，再一个吧，就是过后你再翻出来看。可能你还有更深一步的，就是在自己灵命增长那个有更，因为我有时候我真的我顺便的，我有时候看那个灵修日记那个书哈，是，有时候也是说是想写还没写，我觉得有时候真是看了以后自己有时候也想到一些事情，应该把它写下来。写下来，对 对, 对，很好，就是好像你的心路历程啊，可以给很多纪念哈、啊，所以灵修是很棒的哈、啊。希望大家都培养一个灵修的习惯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一个必要的条件。特别是我们带门徒训练的话，要希望帮助他们扎好这个根基。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就是有灵修了，也讲到这个就是一个分享的题目了。
还有今天背经文的有没有问题啊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今天就来试看呢，你们灵修的有什么感觉？我们来看看。嗯，那不一定会有感觉的，特别刚刚开始哈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试试看。我们是操练，不断操练，可能第一个礼拜有没有什么感觉，第二礼拜可能稍微多一点感觉，希望慢慢养成这个习惯以后，就希望以后的话，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了。嗯，礼拜一是哪一位？我。好，好，我们看看姐妹，你哪一句话打动你？而且呢，你这句话，神令你想到最近你发生什么事，已经发生什么事，你最后跟神做什么祷告呢？你可以说一下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《约翰福音》的第一章一节到十三节哪句话你喜欢？这段经文我觉得好美哈，我很喜欢哈，就说太初有道，就说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这里头讲到的就是耶稣一开始，他就是就说就和就讲那个三位一体哈，就一开始的都存在，我就觉得，就说万物都借着他造的，是我就想起来，创世纪里头，神创造万物，说有什么就有什么，所以尤其我觉得我自己从信基督徒，就是信耶稣，而且信耶稣是其实我还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啊，我知道。是神在造我们，我过去我们是受那个进化论还有那些影响吧，觉得有时候也不相信，我那是猿猴变来的，所以后来我当真的我信了以后，我觉得我在神面前哈，在上帝面前作为他的儿女哈，是那么尊贵，那么的宝贵，所以这段经文哈，我就觉得我们是那么尊贵，我们宝贵，可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，就是我们有罪哈，这里头讲到了，就说神那么爱我们，一开始他就是，借着耶稣哈，就说耶稣他就在这里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读这一段以后，我就觉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很快乐，很喜乐哈，因为我们得到这个生命哈，就说我们不仅是。就是今世哈，我们永远有这个永远的生命。再一个吧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，有耶稣这个光照我们，我们就说就是耶稣复活了，他这个光照我们，我们不再惧怕什么。很好的分享啊！你刚才有跟神有什么祷告？我就是神，要神一直不断的帮助我， okay. 让我在。灵里上继续增长。好，礼拜二呢？哪一位是礼拜二？是我。好，姐妹，你是感觉怎么样？对你有什么？神有没有哪句话对你有触动啊？十四到十八节。这个呢，这一段呢，就出现了，四个地方都是恩典。嗯。啊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然后丰满的恩典，恩上加恩，下面还有恩典。就我对这个恩典呢，我觉得确实，信主呢，回忆起来，属上恩典确实，太多太多了，好比吧，我姐姐，得了这个乳腺癌，切去了整个的右侧，整个一侧都切去了，然后就化疗呢，就因为，这个杀也同时杀好的血球是吧，所以头昏摔倒呢，就没太在意，就耽误了好几天，那么呢就语言不清了，赶快去医院呢，就说这个颅内有积血，积液，就凿洞把这个积液抽出来，但是已经耽误了嘛，就干，有一部分干了，抽不出来，就是还要过一段呢，看来开颅的可能性很大，那么呢，这个我们组的
那个常任组的也都帮着祷告啊。过了一段呢，就说我们祷告就说呀，请求神伸出大能的手，医治他，请求保守他的平安，因为这开颅好像是不可避免了，因为已经干了嘛，那抽不出来了，已经抽不出来了，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不用开颅了，过了一段时间慢慢的吸收就可以继续的让它慢慢吸收，自己就吸收了，哎，这真是恩典啊。就像腓立比书啊，第四章六七节说的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呢会出乎人意料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，确实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能得到平安。所以呢，这个感恩呢，那个事事感恩，处处感恩，就是不要挂虑，凡事祷告感恩祈求。所以作为基督徒啊，我就觉得确实有平安有喜乐，就不用挂虑什么，挂虑没有用啊，要处处事事感谢神，神会垂听祷告的。谢谢姐妹的从恩典里面讲出她的姐姐的一些承受恩典的经验吧。对，还不止这一个，要举能举很多，确实很多啊。那我就光举那么一个，谢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礼拜三呢？哪一位是礼拜三？是哪位？好，下面这一段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啊，初初看来似乎不是像前面那段那么精彩。这一段我读过很多遍，可是都跳过去，没有仔细的看。不过因为我分享心得，所以不得不仔细的看一遍，必做功课。不过其实在这个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可以分享的。这主要是讲到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的角色。有人问他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是以利亚？是先知？”他都说不是。他说：“我只是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。”那当然，他就是为主耶稣做先锋的。后来呢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二十七节，他说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让我想到就是说，施洗约翰的确是一位非常谦卑的一位先锋，因为你如果是为那将来的弥赛亚做先锋的，我想应该有一点风头可以争吧。可是呢，他似乎完全不愿意出风头啊。我也记得施洗约翰后面还有讲到说，他说他讲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那我就想到我们自己，有的时候我们还不是施洗约翰，我们还只是神的一个小小的仆人，可是我们有时候想要出的风头比施洗约翰还要大。所以呢，我就是讲到说，我们应该把自己当作只是为主修直道路为主解鞋带不配的角色，让耶稣能够兴旺，让我自己能够衰微，这是我的祷告。就跟神这样祷告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礼拜四呢？礼拜四是吗？好，这边。那其实他这一段的经文前面，他跟十九到二十八节，他是有连带的关系。那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的时候，之前有人问他：“你是以利亚吗？你是弥赛亚吗？”问了这些问题。那到了二十九节以后，施洗约翰就看到了耶稣，为他施洗，然后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因为他在经文里面说：“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身上。”他就知道，因为他曾经被教导过，圣灵降下住在谁的身上，就是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耶稣他是神子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圣灵这样子的来浇灌他，那耶稣是这样子何等的尊贵，但是有的时候，我们却把耶稣看小了。
我们把他的可以做的事情，我们把他一个框框框在里面。我们有的时候，像我总有觉得是等不到耶稣来做，我自己先去做了。所以再一次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真的是让我，跟神祷告说：“你是神子，你是神的羔羊，让我能够更放下更多的自己，让我真的能够尊你为大，而不是自己行在你的前面，而是跟随你的脚步。”有没有跟最近的或是以前的生活有些经验，有没有令你想起这些的经验？有，可以分享一点。其实我觉得，当我在最近的一些在工作上的过程的时候，让我会发现神光照我里面，其实我是一个蛮固执的人，我并没有完全死透，完全跟神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在我在研读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，给我很大的一个亮光是神光照我，是你并没有完全放下你自己跟随我，你没有尊主为大，你并没有把耶稣基督这个神圣的儿子放在你生命中做你的第一位。你其实信主这么多年来是你自己拉着耶稣在走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再一次仔细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虽然是有几个字耶稣是神的羔羊，但是里面的意思是很丰富的，是耶稣神把他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一个完美的赎罪祭。那就让我想到，就像教授你刚刚讲的 visualize， 让我想到他受鞭伤，他被欺压，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说他一句怨言都没有。他被打的时候，因为他有神性也有人性，他被打的时候也是会痛的。他被冤枉的时候，难道没有想要伸冤的吗？可是他的顺服就是顺从神的旨意，不要照我的意思行，但你照你的意思行，这样子的一个顺服的心态，第一是我要学的，第二个他真的是神的羔羊，让我再看到这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字的时候，真正的你再一次的深深的思考耶稣是神的羔羊。很好，谢谢姐妹的分享。礼拜五呢？有没有？有。礼拜五啊，我是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到51节。这一节主要是描写的那个耶稣呼召一个门徒，里面让我非常感动的有两句话。第一个是是在48节后面部分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。然后第二个是在后面在50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”首先，我对前面一句话“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”，我对这个就是有很大的触动，因为我觉得人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就是可以觉得用自己的力量，只要努力或者凭你的智慧，你就可以解决很多事情。然后有些时候在，好像觉得就是没有神的帮助也可以做一切，但是神却知道一切。神就是，当你就是非常自大或者骄傲的时候，这一切其实神都知道。当你软弱的时候，神也知道。就是当你沾沾自喜的时候，神也知道。其实有些时候想回起来，自己有什么好沾沾自喜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？真的是应该谦卑的去顺服神的旨意。对，然后那个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情，我对这个很有触动，是因为这也就是我想到自己一些经历。因为我其实是几年前就信主了，但是可是在中间有一段路我是有点就是我远离主了。但那个时候也是我觉得自己是因为与身边的人有一些分歧了，然后我就就是远离了基督。虽然我经常也有祷告，但是我却没有去教会，没有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基督的生活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就是我的心还是就是所向往耶稣基督，我心里常常有感动。我现在回想起我那段路，我觉得神真的是很温柔，虽然我远离了他，却
非常温柔的在那里等我。当我回来的时候，他给我的礼物真是我想象不到的。就像举一个例子，最近就是我非常想就是扩张我属灵的境界，非常想在基督里成长，我想就是怎么样可以更加亲近神。我其实还没有为这件事情祷告，但是我就接到了这个训练的通知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有些时候神他知道你所要的，在你不知道你还没有求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你了，所以我非常的感动。你离开神多久那段时间啊？5年。哇，那么长时间。我是就是刚刚信了，然后其实是一个新的基督徒，那个时候也是信心不是非常坚定，所以离开，但是我回来了，信心却格外的坚定。谢谢神给姐妹可以回家了、嗯、感谢主。对对对，感谢主。其实你刚才分享触动我，也令我想起我有一次早上我灵修的就是第一章的35节到这段啊，好吧，我们请弟兄姐妹替我一起念一下一章35节的38节，一起来好吧，来。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拉比，在哪里住？”就可以了哈。所以当天有一天早上我就灵修这边了，我就不是想象了，想象好像天天是早上，早上时就我就是约翰的，我就带进去，我就是约翰的其中的门徒，我不是带进约翰，我是带进其中约翰的其中的门徒。好了，早上时候我跟我的兄弟呢就跟着我师父约翰在聊天，人差不多的，有一个人穿白袍的就从我们走过了，走过时候我师父说：“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哎，我说这个是神的羔羊，那我跟我兄弟怎么样？老师傅不要了，我就跟那个新的师傅了。还好，就像弟兄所说的，约翰是心胸很大的。他说：“他必睡位，我必睡位，他必兴旺嘛，他必兴旺，我必睡位。”所以连跟都没去，没问题，就跟下去了啊。所以我就想象当时呢，秋天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弟兄了。耶稣就站在前面了，我跟我的弟兄就跑过去了，我们一起喊耶稣耶稣等我们，耶稣耶稣等我们啊。但是秋天起来有点风啊，清早的时候耶稣穿那个白袍啊，想象嘛，没有想象可以多的，然后穿白袍的时候，春风吹的时候，耶稣头发比较长一点，他转个身来，风吹起来很漂亮，头发那个衣服都漂亮，然后他就说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说什么？你们要什么？”当我一看到这个“你们要什么”这五字的话，我就愣住，就好像当时我很激烈的催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我们要跟你。”耶稣不慌不忙的时候，就转过身来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那家店想我的时候，神就当时问我。你为什么要跟我？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带退休会几天，退休会完了以后，一个姐妹来找我说：“郭老师，郭老师，我想问你一些问题。”我说：“什么问题啊？”她说：“我信主一年了，我刚信主以前呢，我是工作很顺利的，但我信主以后反正很倒霉。”说我信主干什么？信主完又干倒霉，说不去了，不去教会了，有一年时间。而这次是一个姐妹说：“郭老师过来讲到啊，哎，我就来听听，哎，很不错了。”我就问你啊，为什么那么倒霉的？我就给她看这段，我说：“姐妹啊，如果今天耶稣转过身来问你，你要什么？你会怎么回答呢？”耶稣说：“姐妹，你跟我是因为我要保住你。”工作一定顺利，身体一定健康。如果这个东西都不给你的话，你还会敢跟我？这句话当天是对我触动很大。很多时候神很奇妙，就用一句话很简单，一插插在心里就深的地方，哇！叫你面对你自己，
灵修不是为人家灵修的，灵修是为自己，你不需要告诉人家，但是呢用神的话比较很坦然打开的时候，神很多时候的话就一插进来，就将你的本相放给你看，你就面对。那你不一定完全可以解决问题，你不一定马上可以解决改正所有东西，但是呢我们可以很坦诚跟人们说，神，我真的我跟你是有私心的，我知道这样不对，但你帮助我，帮助我的心越来越准。只要你真诚，就算你多糟糕也没关系，最怕是怎么样，假冒伪善的人，在神面前摆一些好看的面子，神怎么样，啪啪，我还有你，我已经知道你的东西了，你不用跟神抬起东西，你让神用他每天早上的话敞开出你，站在你心里，哇，你一天一天间改变了，很短时间你就领了很大的改变，因为是面对你自己，而且求神来帮助你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灵修，不用多，但是每天抓个感觉，让神的话打到你心里面最深的地方，有很好的反省，能神做了个祷告，跟最近的生活配合起来，每天一点点，过了几个礼拜你就发觉很多很多，不然有时候你信主很久的几年都没有什么改进，为什么？你跟神都很遥远，保护了自己了，信是信了，去了教会是去教会，但是怎么样，不到你心里面的，你变成一个怎么样，变成一个法利赛人了，表层有时候做得很好的，有去祷告，有去聚会，但是怎么样，从来不让神直接到你心里面来，灵性要就是要攻破这个，到你心里面来给神挖你，每天就脱去了的旧人穿上新，挖的时候很痛吗？很痛，但是没关系，你知道你爸爸很爱你的，就是你马上你说不行，我现在改不了，但是我愿意你帮助我，就是这句话，我们只要面对自己的真我，不要做一个伪善的，长到伪善的，神才可以在你心里面开始动工，不在于现在马上就做得好，但是愿意走这一步，这个就是当你做带门徒训练的是一个重要的地方。为什么我说门徒训练的很重要部分是你要陪他走一遍，你就大家知道哇，原来话本身直接切到我的心里面的啊，我自己看的时候看不出来，哎，你知道你的话看到哇，我知道也是这样，就好像我分享到你们要什么，一听到说马上这句话在你面前就跳起来，你马上就反应了，那我要什么啊，弟兄就互相激励了。有些人都说我去买门徒训练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姊妹说、哎、郭教授啊，除了那些内容很棒的话，我发觉你的灵修分享很有帮助，因为我更能够更深入的了解我弟兄姐妹，平常我们都是讲到一套话啊，很高的言语，但是怎么样，灵修分享就将自己敞开了，讲出心里的话了，那互相祷告了，结果经过这个小组以后的大家感情很深，一起来守望，这个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相处。所以下来我们就谈那个新的题目，得救的确据。我就问姐妹啊，有时候人家问你们基督徒很多俗语啊，什么得救得救，什么是得救啊，你怎么跟他说啊，你说得救是什么回事，这两字好怪啊，你怎么跟他简单解释一下，那就说你首先要在上帝面前，在耶稣面前认识你的罪，是哎，这才叫认耶稣来赦免你的罪，这才叫赦免啊、嗯、所以要、嗯、我们要需要清楚啊，因为这个题目为什么重要呢，有些人呢、啊、就是参加门徒训不一定得赢得救的，那你要帮助他真的得救了，不然的话他上了这几次没有什么感觉的，门徒训练一个先决条件怎么样，里面有圣灵，要没有圣灵的话，你讲很多东西是没有用的，没有感动的，只是一个只是工具，要触动圣灵在你生命的会议嘛，所以他没有真的得救的话，门徒训练他进去没有什么感觉的，但有些人怎么样，明明真的得救了，但是呢不肯定，那也是问题，所以呢我们叫第三课
要确定他有没有得救啊，放出这个得救确据啊。所以刚才姐妹已经讲到得救的重要性，有没有听过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四个定律啊？有没有听过属灵四个定律啊？有没有听过属灵四个定律啊？嗯，没有听过哈。嗯，没有。啊，姐妹有没有听过属灵四个定律啊？没有啊。啊，弟兄说一下属灵四个定律是什么东西？是一套材料，很简单的帮助你分享福音的。是。哪四个定律呢？我很久没有看过，我现在大概可以了。大概可以猜一下，第一个就是神爱你，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是。第二个应该就是讲到罪了，就是人与神为什么分离？对，为什么人不能够经验到神的爱？对，是因为人跟罪，人的罪让人跟神分离。第三个应该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对献身，所以呢，他帮助我们解决了罪的是这个代价，付上了自己的代价。第四个就是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，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，这很好啊！所以很感谢一些弟兄啊，他们能够将一些福音呢，圣经的福音呢，最精确的地方跟我们讲出来以后，当你传福音呢，就很到底了，就是很快的抓到一个重点啊。因为你不要小看啊，因为很多人其实以为是基督，真不是真的基督徒的。那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文化基督徒？文化基督徒啊，很有文化的基督徒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不是啊，怎么叫文化基督徒？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？嗯，就先认为自己很有文化水平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。对，在基督教文化里存在，或是说他读了很多基督教的书，他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呢，我要做基督徒了。但是他没有他的最深里面，我们叫做文化基督徒啊，不少的。我举个例子，你知道，很典型的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很好的，他以前呢，自小呢就去教会，因为爸妈是基督徒啊。所以自小就陪爸妈去教会了，很小的时候常常去主日学啊，甚至很小的时候受浸了。但是呢，他平常生活很放浪的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很放浪，礼拜天很乖，去教会嘛，很乖，做主的。所以有一次去教会的时候，有个弟兄就给他一个挑战了。那弟兄就问了啊，允许我给你个挑战，我问你啊，今天说不好听了。你出了交通意外，你死掉了，你现在灵魂到神的天堂的门口，守护天使就问你，你凭什么让你进去？就问他，你要把我进去吧。我这个弟兄呢，当时没有见证清楚啊，他一想起他平常礼拜一到礼拜六干的好事呢，就没有把握了。其他的那个教会的弟兄就知道他没有真的得救，所以就跟他讲出什么得救的根源在哪里，缘由在哪里。他明白以后，他就跪下来祷告认罪悔改接受主。从那天开始呢，他生活就改变了，他礼拜一到礼拜六生活就不放浪了，就跟礼拜天生活吻合了。后来去念神学院，成为宣教师了，有很大的改变。这种我们就做，之前叫做文化基督徒，就是他这个基督的文化长大，但是他没有真的跟神有接触的。有没有听过另一个很有趣的俗语啊？上帝是没有孙子的。有没有听过这个俗语啊？有没有听过？姐妹没有啊？有没有听过？上帝是没有孙子，你猜是什么意思？只有儿子。对啊，只有儿子没有孙子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因为我爸妈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。有一次我去传福音了，我一个人先传福音，我就说，他就说你不用传了，我爸妈都是基督徒了，我们自小都是去教会的。我说他的答案，我就是从他答案里面我知道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的基督徒。上帝是没有孙子的，不是说你爸妈基督徒你就是代表你是基督徒，每个都是要问是上帝的儿女，这儿女是要你自己建立一个关系的。所以不要做个文化的基督徒。但很可惜，不少的以为是基督徒的人，这是个文化的基督徒。
你现在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蒙恩的，在很多地方，在北美也好，欧洲也好，中国也好，很多人信主哦。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的啊，中国人的蒙恩的时代。信主是信主了，但是你发觉有时候开布道会啊，有人举手接受神了、啊，那接受神以后，没有什么改变的。你知道问题在哪里？你知道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讲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要回来。在哪里？在哪里看到？没有被出处就有一个问题了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啊，前面很好的背啊，但是呢就没有被出处啊。马太福音第四章。这耶稣在被试探以后的出来了，就开始传道了，传起道来了。好吧，我们找到的时候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七节。来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怎么样？悔改。所以很多时候今天很多人所谓接受神，就没有个痛悔悔罪的忏悔的过程。他说信神吗？为什么信神？我相信有神哦，很伟大吗？我也相信怎么样，神爱我，那我就接受他了。反正怎么样，去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爱你，爱我，我爱你，爱在旁边，一爱在旁边的他一分开的话，我就砰倒掉了。因为怎么样，你不是站起来，你只是爱着，是爱的基督徒嘛，爱在旁边那个基督徒，你走开的时候爱着的基督徒，不是自己站起来的基督徒。很多时候就没有真的认罪的祷告，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去传福音的，我就请一些，如果你没有试过在你生命里面曾经跪下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，想想你过去所做的不好的事情，在神面前认罪的话，你今天晚上可以这样做，在神面前轻轻吐意的就讲出你的问题，那就求耶稣的宝血真的将你的罪洗净，那怎么样，将你的生命献给他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，做这个事情鼓励他，因为耶稣说你真的要跟随我的一定要悔改，因为一个人没有死过的话他就没有生过。如果你没有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，耶稣的宝血是对你是没有用的。你可能表面有一层，你还去教会，你学到很好的做人的道理从圣经里面，但是怎么样，你是没有生命的，因为你还是靠你这个老我去做，活得很辛苦。就是说你需要死掉，认罪悔改，现在要死，让我活在你里面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，乃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，他是爱你，为了舍你。所以很多时候如果在座有些你带门徒的时候他不肯定的话，你看得很清楚，你们一生里面真的很后悔认罪，那真的将你的生命交给神。好像姐妹刚才分享的时候，神就是罗马书里面给你个触动，说好像说你还没有将我摆在最重要的摆在地位。当你愿意这样做的话，你就发觉你生命有很大的改变。所以帮助他们，如果没有得救的话，帮助他们得救很重要啊。但有一些人反过来的，他明明是已经得救，但是他不肯定，那有什么问题啊？如果得救但是不肯定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有时候自己还有点差错，有点差错啊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如果不肯定的话，软弱哦。那我有一次去开布道会，我带一个布道会的，邀请我来的弟兄，那我就讲了，讲完以后呢，就布招了。哎，有几个人举手，有个高，举得很快很高，举很高哦。哇，我看得很兴奋哦，哇，很有觉知。所以完了以后，我就跟那个要我来的弟兄说，哎，某某某，关键举手好高哦，很有决心了。他说过家说啊，不会那么开心了、啊。这个弟兄啊，每次讲完护照的话，他总是第一个举手的。
有什么问题？他不肯定。当你不肯定是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啊？就好像弟兄所说的，你就会徘徊在开步点，总不敢往前走，是变成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，没有力量的基督徒。你要我们信主啊，只是要开步点啊，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，还有一个小婴孩慢慢长大，但是你就是开不了，常常不往前走的话怎么办呢？你从来想都失败了，没有力量了。所以如果他是真的基督徒，要鼓励他说，你是基督徒了，不要再站起步点往前走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很好啊，他一个退休会里面要帮助一些基督徒快要受洗了受浸了、哎、退休会里有个游泳池啊，他们就准备给他们在游泳池受浸了、牧师要陪谈了、先问替他们是不是得救、但讲完以后，经历什么意思是不是得救以后，他在教他们一首歌，这首歌就说啊，向前走，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向前走向前走的时候，这首歌很好听的，是讲到就是说，就是从福音书里说，就是说手扶着你的往靠看的人怎么样，不配进神国。这首歌很好听的、所以当时呢，牧师就教他们唱一首歌，他说明天啊，你们去受浸的时候，你们一进出去一边唱一首歌。所以第一天他们就很听话了，然后几个人一起了排队啊，从游泳池那个更衣室出来啊，穿那个白袍啊，那一个人就扣在另一个人身上，就背在这边了、在另一边啊，这边一边走一边走到游泳池那边的、向前走啊，就唱这边了，唱到那边走，他那个游泳池就嘣嘣一个跌下去了，受洗另外一个了，啊，像小鸭一样，很开心。这是永远往前走。曾经说，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，不配进神。所以，我们做基督徒，不要停在开步点，要往前走。你要帮助他确定他能得救。你怎么帮助他确定得救呢？两方面。第一部方面，我们看看经文本身所说的，《约翰一书》的5:11-13。好，我找到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。来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呢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？13节怎么说？他为什么写这封信书信呢？要他们知道有永生。要他们知道有永生。谁有永生的？信神儿子的。信人的人，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了。所以使徒约翰是要鼓励祭拜人说：你们真的有接受耶稣的话，你有神的儿子的话，你就有永生了。这个有永生，知道啊，其实呢，希腊原文呢是有两个字。就是增长的知道，就是慢慢的知道，就是完全的知道。你猜这个在约翰一书的使徒约翰写这封信，他是用哪一个？这个呢，还是这个？下面这个。他说：“你要确定，你就要永生，你完完全全确定有永生。”所以神的话本身是在鼓励我们：你真的有神的儿子的话，你真的认罪悔改，认耶稣为主的时候。就将生命接上去，你就有永生。不是你行为做多好，而是你真的认罪悔改交上去就有永生了。另外一段经文很有要去的，就以弗所书的1:13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的1:13，找到还是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。来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怎么为圣灵为印记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圣为印记是什么意思？你既信了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哦，这个很简单嘛，我不是说
我们不是说新约就是耶稣就耶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嘛，其实呢，如果你对那个典故更清楚的，你发觉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。我有一次讲到听到的是另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分享这个典故，他说啊，看圣经，如果你对这个历史背景了解多一点的话，你更能体认它的精粹所在啊。他说原来呢，以前犹太人呢，这个买地是有这个习惯的。买地怎么买呢？比方说这个有块地，这个块地呢，我就说准备下个月一号交割了啊，但是之前我现在放了定金，但是下个月里就来拿了。那因为准备是说明是你是属于你的，将来是属于你的嘛。这个卖主呢，就将这个土本身那块地里面挖一些土出来，放在一个瓶里面，将在土上面放在瓶里面，就封起来，封起来在上面打印。那平年土的话就交给你的，到月底明年月初的时候你过来领的话，就凭那个瓶啊来做证明，这个是地里的，你就领的这个土。这个典故就从这边来，我就问弟兄姐妹们，这个跟我们所说的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这个地代表什么？这个地代表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永生，就是代表永生，天国、天堂啊！你现在去了天堂没有？还没有，去了以后现在也看不到你了。但是天堂的滋味你现在完全没有吗？有没有？有一点的哈、哦。为什么有一点呢？其实有一土星放在里面了，有点感觉了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圣灵。天堂是什么？天堂是跟神很亲近在一起，完全在一起的地方。现在怎么样？神灵住在里面。我们虽然是有点模糊，我不是很完全记得，但是是有一点感觉的。所以现在你发觉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有平安喜乐，是不是？或在教会生活里面有弟兄姐妹相爱，其实是以求天堂生活的缩影而已嘛。你不需要等到以后的才知道的，你现在就有了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，你应该有这些感觉的。来看看你下面的讲义，不是有点的啊，有九项，是不是？你看你讲义部分啊，你花一分钟的时间来勾一下吧，待会我们来分享。信主以前是比较，你信主多少年了？我信主三十几年了啊，很多年了。好，信主以前是很焦虑的，很容易担心的，还没有平安的啊。那对未来也很没有把握的啊。信了主以后，就真的是享受到那个属天的平安，就是神让我不再需要去为自己的未来而焦虑，是，也不需要。什么事情都很忧虑，就是放在神的手中，真的是有主天的平安。是，感谢主。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感觉哈，信主的时候。姐妹呢，你有选了几项？我觉得是对那个罪的警觉性吧。有的时候，不耐烦的时候，脾气要上来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这个是不蒙神所喜悦的，是。那但是有的时候你嘴巴还是快了一点，还是说出去了，但是说完以后好后悔了，就会后悔。然后不管对方再怎么说，你就会放在就在心里面祷告，因为知道不可以再说下去了，再说下去的话那就是都在血气当中了。是，所以就是目前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大的明显。然后我觉得当我在改的时候，在警觉到有这样子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自己脾气稍微好一点点，温柔了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是有连带的，收敛一点点啊。对，收敛了一点。然后你会觉得神在对付你自己里面的那个要被最需要被改变的地方，固执的地方。是，我也感觉到信了主以后好像心里有个烙表一样啊，平常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一做错事的话那个烙表好小，
对不对？哇，你想好想啊，这个这圣灵的这个催逼很厉害。姐妹呢，你选呢？我也选了挺多，但是我就挑其中一个。好啊，我这个是脾气变好了。脾气变好了啊，我觉得神让我变得更加温柔啊，就是有证明吗？旁边的人其实我脾气也不是非常不好啊，但是我觉得神就是把我变得更加温柔，让就是我用爱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。我是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个，就是那一天我觉得我突然受到圣灵的感动，让我真的是有一个全新的这个视角去看这个世界。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是因为神让你温柔，神不要让你烦躁生气。所以以前呢，就是老我的时候，那么我想生气我就生气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很痛快。是，但是发出来痛快吗？是。那么觉得就是信主了以后，特别是你非常渴慕他的话语，你真的是主观能动的。当你要做一件让你很痛快的事情，但你想到神不喜悦，那么你就会想，不能这样做。那么我真的是愿意主观能动的去跟随神的话语，所以我觉得我神把我变得更温柔了。为什么那天特别给你神有很特别的新的崭新的看法？可能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可能是圣灵慢慢在做工，然后那天量变到了质变吧。是豁然开朗了。对对对。okay, 我觉得是这样。感谢主。姐妹呢，你可以跟分享一下吗？我倒是好多都有一些哈。就是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刚信主的时候，就是内心的喜乐哈，那种平安很慢慢的就是开始对神话的渴慕。后来慢慢的就是自己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感觉到神那么爱我哈。有时候就是说这时候吧，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说很愿意和神老亲近哈。也感觉到神对我的教训也很多。不过就是罪逼赦免的感觉哈，有时候可能好像还没有那么太大。你有没有试过有个经验是说，以前以为相信了，其实不是真的相信，后来有个突破了？就好像这里所说，有些人其实他以为他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但是其实还没有，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有，以前你问我得救的时候，我没有那么大的把握，100%我有得救的确据，但是一直到我有一天念到他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，是神的儿女。是那天我在读这个的时候，忽然觉得我知道我将来要到哪里去。是，很肯定的。可是之前这句话也知道，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有把握。是因为有一天在团契里面分享的时候，我开车回去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这些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这么有趣的剧，我到底有没有？我那天晚上就想了很久。就那天思想过以后，我才觉得那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那一天我就有确据说，我对我是得救的。感谢神，很好的分享。也有其他的分享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谈的得救的确据的题目，简单但是呢很重要，最少把握的，特别你如果像要带那个人的时候，要看清楚他是真的得救的，没有得救帮助他得救，如果他还不肯定的时候，给他肯定，怎么肯定呢？神的话，还有他接受神以后的心里的一些改变，都有的，可能少但是有的，慢慢就越来越多了。都可以了哈，好吧，姐妹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就是这个时候带领我们领受您的话语。我们真的是时常软弱，但是求您真是保守我们，时时引领我们，真赐予我们智慧特别是在每一天与您交通的过程中，神啊，真的是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更好的在每一天那么宁静的时刻与您一起分享您的话语，并且时时在脑中思考，把它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部分。神啊，这是感谢您赐予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让我们聚集到一起领受您这么有智慧的话语，感谢赞美神，求您保守我们接下来继续学习的时间。
这个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Amen。我觉得他就是很注重互动，而且实际的演练，然后真的是很有效，就是马上验收成果。所以这是，而且我觉得教材里面有很多的图表，真的很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可以很容易记忆那个重点。然后我觉得每个教的每一道方式都是真的是很实用的，然后真的是可以应用在生活里面。如果是每周上一次的话，就可以十周上下来参加这个门训的人，就对一个基督徒做主门徒该具备的基础观念都非常清楚，啊，包括在教会，在日常生活对主的敬拜、读经、灵修、晨更，还有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团契生活、服事，啊，甚至进而更扩大向外宣道，都有提到。所以我觉得它范围，都基本的范围都涵括到，他或者不能涵括所有的，但基本的核心他都提到。这个门训的材料设计得非常的好，因为他这套门训的每一个课程都是按层次递进的，他帮你一个一个的解答问题，在前一个的基础上，然后教授就让我们带我们进入下一个的课题。嗯，就让我感觉每一次课程都有长进，并且这个长进是在前一个课程的基础上的，帮我又消化前面的课程，然后帮我又能够知道这个课程跟前面课程有什么关系。